Team Elite Pegasus 2 积极自信，勇于接受全方位的新挑战。他以越挫越勇的姿态开创新天地，以耐心学习、积极向前的态度迈向成功。他就是 Team Elite Pegasus 2 于月琪。